是你看着也没对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太久没有跳了。啊对对。所以是谁的问题？是我的问题。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。但是真的要夸奖他，就是在那个里面。华尔兹他真的跳得很美，那段表现得非常的帅，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共舞啊，确实是留下很多很冷僻了但是又很浪漫的回忆。对，第二个第一次呢就是关于我们小天的，因为导演很爱他，所以小天就是不用出镜也可以演戏。哦，这用出镜也可以演戏，你能想到是怎么回事吗？所以就通过一段 VCR 解密一下，不仅不用出镜也能拍戏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我约了外国客户要开会。真的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我今天约了客户要开会耶。哦吼，原来是明道哦。可怜的乔恩眼睛里看着明道的脸，耳朵里听到的却是小天的声音，不笑场才怪呢，还得故作正经的演戏，都快把他给逼疯了吧。小天还兴冲冲的当起了印象师哦。你自然今天吗？自然今天吗？今天的哥哥，哥哥了。这个故事好有意思，为什么会同时两大帅哥集合，明道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台北拍一个舞厅拍戏，那明道那一天刚好没事，他打给我说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就说你赶快过来探班啦，我要看你跟阮经天现场到底有长得多像，因为他们就说他眉毛都很粗很像，就他一来的时候，小天就一直 NG， 我就说导演你看我不要跟小天，我要换明道来拉背，他就真的来拉背。就是那时候看到他，因为我跟明道原来就认识啊，原来就认识啊，后来他拉背的时候就决定用我来讲台词，然后他来演，然后曾经有人好像找了看了二十几遍，可是就是找不出来那个明道，哪个是明道，哪个是你。对，但真的有用哦，真的有用。所以就是后来大家看到那个片子里，这不是为了拍这个花絮好玩，是真的有用到，真的有用到的背啊。对啊，就明道他的后脑勺，因为明道的头发是 Q 的。这里，然后就明道跟我最大的分辨是在我虽然也是卷发，可是我自己没那么卷，明道这里是有一个弯的。哦。我自己看得出来，是弯的。不要。所以你们都跟明道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吗？但是好像就是对于那个乔恩来说，明道会更熟悉一些。不会啊，我跟小天也很熟。哇！哎，这两个男孩子都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。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是同一类型。对，你不要因为明道性格不一样啊，你不要因为明道不在就对那个小天这么好。不会啊，因为明道现在在拍戏，他也跟那边女主角合作啊。我就何必就要跟你这话里，哎，你说一些什么？再见，还有再见，我们掌声欢迎明道，有请。我才不可能。真的有，不是，真的有，真的吗？请看。然后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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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要恭喜你，就是不止听到注定完你不止就是这个戏收视率非常好，可是我们台湾目前现在收视率之后，如果有朝一日哦，就是你有那个很好的机会提拔一下小弟，想为我半职，这半年来跟你见面的时间并不多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几乎是全面性的很成功，但乔恩也许没有很多人知道，但我永远永远都会记得你打电话给我跟我说，明道，我觉得我好慌哦，我知道你一定非常非常辛苦的，一定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，但还好你是认识我，你辛苦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好感人啊，真的好深情啊。乔恩，你哭啦！你用我擦汗擦过了，不介意吗？哇，乔恩哭啦！小天帮他擦眼泪，为什么让你身边另一个男人好尴尬？因为这是很好的朋友。他非常非常的会为这样的事情感动，真感情人。你也没必要拿一卷纸上来。他的意思就是哭多少都没事。因为其实我跟明道认识很久，就是。你好幸福啊！然后怒的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打着我们？跟他站在一起，却为别的男人哭泣，什么意思？不敢了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其实什么？因为我们王子变青蛙是三年前，然后我有时候是一个就想对工作会有很多不确定的人，那我慢慢在这一年比较学会就是让自己不要的那么紧绷，那不要那么慌。对，可是我是一个很惊的人，我不出门的，然后我也不太会讲心事，可是他就是会在身边，而且我就是入围金钟那一天我在香港，然后我一下飞机他就打给我说，陈乔恩我真他的为你高兴，我就哭了。我明白，因为是好朋友。如果是一个非常矜持的，然后很内向的人，其实不太容易跟别人讲出我好慌这件事情，除非真的是很信任对方，对不对？真的好信赖的朋友，你对他以后要好一点。他再约你吃宵夜，你就轻挪一下玉步，至少出去不要把人家叫到你家里来喝羊肉汤，好不好？给点面子。不过我觉得很幸运，因为今天接触。乔恩的个性我们当然很喜欢，但是今天接触我也觉得小天也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男人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你好幸运，其实也不是说一个偶像剧女王带红谁谁谁，而是我觉得乔恩也很幸运，可以连续的碰到这么优秀的男生，个性很好，是互相的，所以表演出来的那个个性也会让大家喜爱。对啊，其实大家都说什么我旺夫旺夫，那是因为我的运气很好，因为我遇到的那个老公都很好。谢谢老公，所以才很好。谢谢老公，祝福祝福。我们要来看一些比较有童趣的事情，对对对，因为要看一下乔恩第一次。对，乔恩呢，在这个剧中第一次扮小鸡跳舞。对，请看，请看。第一次扮成小鸡跳舞，这么可爱的小鸡是谁扮演的呢？原来是大姐头陈乔恩哦。需要他在这里吗？当然需要。不然我要踹谁？他这个人有多阴险，你知道吗？要踹我了。好，我只有是应导演要求说我在剧情里面要踹他一脚，结果他很记恨哦。他在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把我给勒死。因为他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把我抓回来，可是他就是攻气之后，他整个就把我勒死，这样还抡了我的肚子几拳，这样。我真的很不想跟猴死小孩一块拍戏，我招谁惹谁呀？我为什么要跟他合作？我为什么要接这档戏？是谁找猴子小孩来演的？他在前面说的，他看他一直在后面跳，特别开心。